团圆。哇，哎呦，哦，哎呦，哇塞，哎呦，我的妈！简直，这首歌后来就唱了几遍，真的是观众看起来很顺畅，真没想到 NG 这么多啊！哎，真的，然后就看你被冲上了，跪一下，那下气下气，就是那些点点滴滴呢，你看得出来这个艺人他大家这个感真情流露的地方，那要不然也是没那么好配合的。对不对？谁一直等你在那边笑？谁一直等你在那边？你说的好，所以原来看到去年才知道。NG 看完之后呢？哎呦，来一点年味的歌。对对对嘛，那说的准的系列啊。哎，那我看由姜蕙先发，首先呢，哎，这个唱个有你过年感觉的歌曲。过年呢，哎，要有姜蕙啊，姜蕙。要有正月的这个感觉。台语歌叫做《唱一段桃花过度》。桃花过度，来来来来，增加一点年纪好不好？哎呦，点的说要有年歌，你马上就唱出来，跟进点，完了叫厉害。这个我们来而无往非礼也。对啊，小哥，那该你来一首，该我来一首歌。还有家鬼，哎，我家鬼要有正月的。好，来个刮地风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呦，来来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心耶嘿，人听他心耶嘿，那会儿呀嘿。三月里来是晴呀，桃花不开心花儿红哎。一风儿看去你就忙作风哎，忙作风哎嘿，那会儿呀嘿。五月里来不断扬呀，杨柳梢儿插门窗哎。七月里来七月夕呀，天上牛郎配织女哎，织女啊，来你就牛郎的妻呀，牛郎的妻呀，嘿那会儿呀嘿。九月里来九重阳呀，黄菊花儿开。不稀他呆耶，不稀他呆耶，那会儿呀嘿。八月里来一年忙呀，金枝玉粉都搬穿嘞。大大呀，板板依旧过新年呀，过新年呀，嘿那会儿呀嘿。
战战战，是越唱的辣越好。没想，我真的再也没想到啊，明年没有 NG 可以看。因为唱的太好了，这也完美了，就是对呀、啊，真的是恐怖，恐怖经济。两个人真的，他们这个真正我们本土的歌王跟歌后，真的哇，挖坑底下来嘎波井，货真价实的天王天后在这里。哇，谢，太可怕了。哎呦，今天江蕙在。我夸这个江蕙是智慧过人啊！你别冲了，你别冲了。最近我们节目点了蛮的急转弯，江蕙来蛮给他冲的。哎呀，小哥最近急转弯了，对，小哥最近这个很厉害啊。哎，很简单了、啊，哎，一个女的哈，哎，把一个棍子摆在两腿中间，她在干什么？你在看她做什么？钓鱼吗？我们可不可以跟着猜啊？可以啊，对，可以。他是坐着还是？还是躺着？这我就没有那么多研究了。就来扫地吗？先辛苦啊，扫地啊。嗯，错。哎，还有人说巫婆是？哦，对哦，在学巫术。错。骑马嘞？错。骑竹马。我知道。哦。如果是好像打高尔夫球的话，因为你看啊。哦，哎，好厉害哦！是不是？哇塞，真的是打高尔夫球，他好厉害！真的吗？哇塞！哇，我好聪明耶！我跟你讲，这个从来我从来没又丢鬼掏几盖，不是这样就没有意思了嘛？对不对？就不好玩了。猜对了还是好玩啊？这还叫聪明吗？再考，再考，我一定要把你考倒不可。哎呦，有个病人呐，去看了医生以后，嗯，医生就跟他讲，哎，你的病啊。你就看开一点吧。哎呀，他得了什么病？癌症嘛，对、啊哦、大家都想到绝症。对，绝症。错。哎呦，看开一点哦。错。嗯。江蕙这没办法了哈，病要不要给他倒上缸的不阿多啊？哎，我看嘛是浪费时间。干脆答案告诉你们啊，这个病人他是斗鸡眼。开一点，就开一点，是这样。好无聊。其实我们二姐应该也有一些这种，对对呀，你随便说一个让我们，对不对？对呀，让我们来猜猜。共解弯又急转弯，笑话也可以吧？对呀，对吧？那个有一个人哦，我觉得人徛在车的头前，一个人站在这个车前面，啊，猜一种饮料。啊什么？一个人站在车前面打高尔夫球。杰拉卡在车里头进，一个人金车，我买是要金车饮料嘛，咖啡错，金车坐西打错，哎，好了，不要浪费时间，宣布答案，叫做咖啡，要咖啡呀，八八八咖啡，太咖啡，咖啡。给他按喇叭的台语啊，嘎逼哈，饮料我也有，来一个，白雪公主跳脱衣舞，猜一种饮料，哦，我知道，哎，雪碧，错，哎，还错，那别浪费时间宣布答案，哎，七喜，为什么？因为七个小矮人都很高兴。好，那本人也只好补充一个了，哎呦。一个女生把剪刀放在口袋里面，猜一种饮料。哎，哎，这个还不知道，这就厉害了吧？我夸你广告，不要浪费时间，好不好？结果是跟你的答案是一样，傻逼。那我送出去搬回来。咖啡，我不信。Mr. Brown， 还原。